大家好，我是武秋风，我今天为大家带来亚特兰提斯留住最后一口气生存。现在我有很丰沛的资源了啦啊，有没有很多铁锭，很多绿宝石，很多钻石，这个算很多吗？啊，不管，最重要的不是这些，最重要的是我有一颗马铃薯。我有一颗马铃薯了，各位哦，太感动了。好啦，那我把这个水池填起来，那把这个用泥土把这个水池填起来，把它改造成可以吃的，不是可以吃的，改造成农地啊，改造成我的农地，这样子才不会饿死。对，没错啊，不会饿死最重要啦，什么都不重要啦。然后我要拿着我的绿宝石跟他换锄头啊！我在矿坑里面还挖到蛮多绿宝石的，来啦，换锄头啦，厨男来换锄头，跟你换一把锄头，换一把这个铁制的锄头，不知道为什么会有铁制的锄头啊，这么神奇的小锄头，来耕地哦，来啦。虽然我只需要一块种下去啊，太美好了啊，骨粉分解哦，撒下去哦，马铃薯怎么只有掉一个？没关系，等一下，这样只有掉一个啊，永远只有掉一个，这样子怎么不掉第二个？哦，骨粉，我不能再这样浪费。这样好浪费哦，我觉得这样好浪费哦，我应该先撒一点种子出来，对不对？哦，有种子了，哦，有种子了，哦耶，有种子了，种子，然后再打，有两个，哦，掉出两颗马铃薯了，哦，有希望了，人生有希望了，马铃薯被复制了。马铃薯成功的被复制了，太感动了啊！点亮一点，哦，这边要亮一点，是生活区。那我现在既然不会饿肚子了嘛，因为我有马铃薯可以吃，我还有小麦可以种，我来种小麦啊，种小麦，这里种小麦，种下去，哦，再撒一次好了，把我的最后一个骨粉撒下去，最后的骨粉。最后的骨粉再去打就有了嘛啊！它下面那么多怪，满满的都是怪。喂，只有一个种子而已啊！又找到一个种子，现在我有四个种子，种在这里，不要踩坏农地哦。啊，厨男美女，不要踩坏农地，农地很珍贵。还有你们什么时候生小宝宝啊？都围肚兜兜啊！那今天呢？今天我们种完农地了，那没有性命之余啊，也不用怕死，有怕死就吃腐肉，反正我现在有吃不完的腐肉，不是吃不完啊，只是有9块腐肉而已。那我今天呢，我打算去外面，没有，外面很多沙，我打算去外面挖一点沙，然后烧一点玻璃，然后做一个玻璃屋出来啊，完成那个种植马铃薯，种植马铃薯和那个什么。什么那个叫什么小麦的成就，希望可以啦。走，哦，这边就有沙了啊，这边就是开采沙的圣地啊。我们就在这边开采啊，有沙了，可以开采了，那我们就开始开采作业。哇，按柠檬要作业，真是可怜。我回来了，我第一度开采结束了，取得了，这么刚好，会不会太准了？一二三四五，五组，哦，取得了五组沙，那就来烧一下啦，我要做两把铁铲啦，我发现石铲实在消耗太快了，我大概挖掉了三只铁铲，有没有？三只石铲啊，我现在改成用铁制的铲子啊，太棒了。
那就继续烧啊，改烧。我今天应该要多做一点熔炉出来。喂，各位观众啊，我把这边通通都塞满了熔炉。其实我用不到这么多了，然后都在烧玻璃了啊，全部五组的玻璃都在里面烧啊，好多哦，感觉好爽哦。那我们继续努力，继续加油啊，继续奋斗。继续去挖玻璃啊，不是挖玻璃，去挖沙。走，我们去挖沙。各位观众，我回来了哦，我开采作业结束了。然后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，哦，11组，然后加下面的，哦，加下面的五组啊，总量超过1000个，总量超过1000个沙，哦，太夸张了啊！全部都拿去烧啊！全部都拿去烧，煤炭可能会不够，煤炭可能会不够烧啊！怎么办？煤炭了，不够了啊！煤炭不够啊！赶快赶快，我们去开采一下煤炭。等一下我们回来，我们先去采一些煤炭回来。这边挖的差不多了，来这边看看。哦，有绿宝石绿宝石一颗，取走。前面好暗哦，等等，我被偷袭了，这是什么？洞穴蜘蛛，有毒蜘蛛，竟然有毒蜘蛛！哦，我被咬了。前面应该有毒蜘蛛生态箱，我们去看一下。感觉我快死了。真的有毒蜘蛛生态箱！哦，里面还有毒蜘蛛，太夸张了！呀呀呀呀呀呀！不能让你得逞！好恐怖哦！我还是先撤离好了。我的宝石度这么一点点啊，实在不能跟他拼命啊！这里还有，这里还有煤炭，再挖一下，我们再挖一下就回去。死都要挖煤炭，有没有？我发现神秘的东西了，噔噔，煤炭挖一挖，竟然发现神秘的东西了。甘蔗甘蔗为什么会在这？甘蔗竟然藏在这，这下面还有什么？没有，就是几个甘蔗而已。好神奇哦，太神奇了，各位，我竟然挖到甘蔗把石头舍弃掉，我不需要石头。我要甘蔗，奇怪，为什么会有甘蔗啊？七个甘蔗藏在这里，这真的太神奇了！我回来了，可是宝石都不行了，我还没有腐肉，没有啊，只能吃毒蜘蛛眼了。毒蜘蛛眼，中毒了！不行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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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死掉了，快死掉了！又剩半格血了，我到底在搞什么啊？每次都搞得这么紧张，把路封起来。喂，走了啦，走了。每次搞成这样，又是半滴啊，半滴啊，怎么会这样呢？发展不应该是这样子的啊。做一个面包来，做面包来吃吃。面包，小麦做面包。烤面包，获得烤面包成就。然后把这些种子打掉，然后也再做一个面包啊，不知道这样能不能补满血，应该是补不满，满了，还没补满之前背包就先满了，来来来，然后把这些种子再种回去，种回种子，种子，种子又种回去了，那再做一个面包，两个面包好像还不够补血哦，怎么办？两个面包不够补血，我怎么才吸到一个小麦而已？其他小麦呢？都在水里面。我想说，我什么都没有吸到。我有三个，我明明就打三个。小麦，小麦做面包，面包才能吃啊，其他都不能吃。甘蔗拿了这么多也不能吃，面包两个也不够吃，怎么办？都不够吃啊！没关系，我们先去烧玻璃。
哦，这画面太壮观了！哦，烧烧烧，全部都在烧啊！烧烧烧，全部都在烧玻璃啊！啊，那他就为我们努力的赶制玻璃，那我们就想办法搞定我们的宝石度。搞不定了啊，没办法啦，魔法度啦，魔法多啦，怎么办？宝石度永远搞不定，先多用一个箱子啊，先整理一下，然后专门放玻璃。放玻璃的箱子，玻璃箱子要放在哪里好？放在里面好了，嘿，放在里面，专门放玻璃的一个箱子，噔噔，箱子放在这里，放玻璃，请你走开，请你走开好不好？哎 不要挡住我，好好好好好好好，还好还好你走开了，不然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办呢、啊，放进去，统统放进去，哦，玻璃已经有，哦，六组玻璃在这里了。哦，六组哎，那现在呢？现在我要干什么？我只能在这边等待，等待成熟。在等待的闲暇之余呢，我开辟了后方，有没有看到？后方的第二基地啊，来为了要种甘蔗用的，种甘蔗，种甘蔗，全部都拿来种甘蔗，种甘蔗，种甘蔗，哦，怎么种上去了？这一块不能种哦，啊，太可惜了，转角不能种甘蔗。那就插火把好了，转角不能种甘蔗就插火把啊！种甘蔗，都在啊！种甘蔗，第二富裕基地啊！那也就种甘蔗，甘蔗能干嘛？甘蔗能吃吗？不行啊！好，很好，我决定了啊！为了要让我更快有东西吃啊，我决定把鸡放出来，小鸡，鸡啊，鸡放出来。然后在这边，啊，鸡跟我一起玩，来，鸡，小鸡，小鸡，咕咕咕，你们要生鸡蛋啊，我就靠你们了，我的未来就靠你们了，你要好好照顾他啊，美女，加油，努力生长吧，我等了好一阵子了，然后甘蔗长得不错。然后可是，小麦只成熟一个，然后还捡到三颗鸡蛋啊，鸡蛋啊，三颗鸡蛋啊，一个都没中啊，不能吃鸡肉，抱歉。那我们只能把小麦打起来啦，然后再把，打出三个种子哎，我有三个种子哎，我们又可以继续种了，继续种田了。那，我在这边，在这里。挖一间养牛的地方好了，这样子我就可以挤牛奶啊，得牛吃小麦就有牛肉可以吃了啊，还是在为了饱食度努力啊，怎么办？这年头太恐怖了。噔噔，挖好了，哦，因为这边上面就直接接大海了，刚刚挖的时候还会漏水，那这个你美女怎么在这边啊？你在这边干什么？出去啊！这边要养牛你不要跟牛共处一室好不好？好啦，要不要出来啦？你要不要出来？出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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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推你出去，出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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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出去出去出去哟，出去出去出去，去玩你的门，不要在这里，去玩你的门呐、啊，怎么不走？走啊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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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去玩你的门，不要在这边，不要在这边，出去出去，这里是养牛的。好了，我要把牛丢出来了。牛，一只牛，一只牛，两只牛，牛牛了，等我有小麦的时候，我就可以生小牛，我就可以吃牛排了。我好感动哦！你们在干嘛？不让你们进来，你们很痛苦吗？各位观众，噔噔，1000个。玻璃任务达成，玻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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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多玻璃啊！这里有1000个玻璃，有1000个吗？应该有吧。哈哈哈哈，几组？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、14、15、16，16组啊，一定有。耶，1000组玻璃达成啊！继续等我们的食物。不不不，我有没有看错？为什么你会在这里？为什么你会在这里？我的家太黑了吗？
怎么会有这回事？这里太黑了吗？为什么？为什么会有苦力怕入侵我家？这太恐怖了！哦，我要点亮一点。这不合逻辑，这没有道理。啊，小鸡，这是不是很没有道理？很没有道理，对不对？啊，丢！哎，一样没有鸡蛋。啊，哦，好恐怖哦！怎么会这样呢？啊，牛，萌，好了好了，好恐怖哦！继续等待。啊，我决定了，这样等下去不是办法，我决定出外打拼了。小鸡，好不好？我决定出外打拼了，我要再改拓建我的家。我有这么多玻璃不用，太浪费了，对不对？我要去拓建了，我要去拓建我美丽的家。你们加油哦！要拓建了，要从哪里开始拓建？从这里好了。哎，这里。啊，从这边开始拓建。哎，我推进了几个，一二三四四个，推进四个而已。然后我决定在这边，哎，有没有看到这里这一块一大块空地？然后盖一个小型的温室啊，小型的玻璃屋，然后种田，然后把不要在地底下了啦，见不得人的田干嘛？哎，又有东西成熟了，见不得人的田啊，把它通通种到上面去啊，反正那边应该不会有怪吧，应该啦。然后哎、欸、哦，有小麦嘞，哦，小麦，哦，有小麦吃了，我有小麦吃了，哦耶哦耶哦耶，哦，种回去，然后哎、欸、有多的种子哎、欸，哎呦，我竟然种到有多的种子了，我拿两个小麦去催情一下，嗯，让他们催情，可以，催情。哦，要生小牛了！哦，生小牛了！哦耶，生小牛太棒了啊、生小牛值得庆贺的日子啊、好了，我继续作业了。哎，你不要出来，回去。哦，扭牛出来了，扭牛你怎么可以这么不乖？哦，扭牛不乖，回去。挤回挤，挤牛不是挤牛奶哦，这叫挤牛。然后把这个门关起来，然后继续拓建。哦耶哦耶，哦，我的地基围好了哦，让大家看一下哦，先喘口气之后让大家看一下。喂、哦，我地基围好了，有没有看到？噔，哎，什么？看不清楚吗？我也没办法啊，就这么黑暗吗？好啦，我努力一点让大家看清楚一点。好了，喂、哦，有没有看到这里？这里啊，这里啊，还是看不清楚吗？怎么样？怪我，我没有夜视药水啦。怎么办？就这么黑暗，人生嘛，人生就是如此。还要不时的出去呼吸透口气，不然都会死。太恐怖了！哎呦，哦，太恐怖了！啊，水下作业就是如此恐怖啊，没有办法啊，就是这样啊。我就是哎、欸，一直盖，哎、欸，又围了一圈了。哦，还好有门在，我是不是要做几十个门啊？这样子才保住我，保住我的生命财产安全。好啦，那要在这边种田还需要一番努力。哎、欸，说到种田，那我的东西好了没啊？哎呦，甘蔗都长这么高了，收，嘿，采收，全部都采收，这个也采收。哦，这次喷好多马铃薯哦，四个哎，哦，这次这么成熟哦，成熟的马铃薯啊、哦，我可以烤马铃薯哦，我终于不用饿肚子了，我终于不用再饿肚子了，饿肚子好恐怖哦，饿肚子太恐怖了。好了啦，那我们今天的实况就到这边结束咯。那哎，下一集呢，我们就会把那个玻璃屋盖好，然后就把这边的田移到上面去，哦，太完美了。谢谢大家今天的收看啊、饱食度没问题了啊、有没问题了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嗯。